咁佢哋分別咧係攞到係交響狀同埋優異表現獎狀嘅，咁我哋咧請啲同學咧係嚟到台前啦，咁我哋恭請咧係賴漢光頭獎咧為我哋頒呢個交響獎狀。好，咁佢哋分別咧就係 6B 嘅黃永生同學，3E 嘅陳正康 ，3C 嘅100 ，3C 嘅陳清華 ，3C 嘅梁思瑩 ，3C 嘅吳思思 ，3C 嘅鄧偉亨 ，2C 嘅莫佩珊 ，2B 嘅張永耀 ，2B 嘅高凌雲 ，2B 嘅陳慧欣同埋 1D 嘅楊建永，1D 嘅潘寶群同學，咁佢哋喺12月初嘅時候咧，去到元朗嘅景柱外牆咧，畫咗一幅都幾大嘅壁畫嘅，咁如果同學想睇翻呢啲花絮咧，可以上呢個學校嘅網頁視覺藝術科嗰度睇啦，亦都可以親自去到天水圍嘅景柱外牆嗰度咧，睇到佢哋嘅作品嘅。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嘅